宝宝牙齿骨骼正常发育的关键是什么？奇富三母乳研究所发现，优质的营养素和吸收是关键。临床实证，母乳中的 SN2PA 能减少钙造产生，帮助关键营养吸收。奇富三向母乳学习，独创亲和宝宝科技，帮助宝宝牙齿骨骼正常发育。惠氏奇富三，衔接母乳首选品牌。